对吧？可塞，我是想不能一直叫，要在对的时间叫，这样才有效果。哎呦，那我刚刚那个时间还蛮对的。嗯，回再找时间叫。我每一次都有丢给你们不一样的迷音，这样你们之后之后你们在拍片的时候才有梗，可以继续玩。可以可以，谢谢你谢谢你。我现在一直在听那首歌。靠北哦，一直死。轰轰轰！哦，隆隆隆隆隆，引擎发动。哎，贴个我。咻，引擎发动。也是雪都贴过的吗？贴到这上面哦。觉得还不错听啊。再听一次，大家一起听啊！我要播喽。超跑情人梦，等一下哦。我要播喽，羽毛你要暂停，要不然重复哦。可以可以。先下去点。啊！关掉！干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关掉不行。我靠！不行，我也对了时间。我这个会坏掉，我这个会有人问出来。我想要这个开头怎么搞？我也觉得，我想说不对，不是500的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怎么是啊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招，你知道，这来得出其不意啊！好了，我真的播，我真的播。阿神自己烧草，他自己放的，好笑，太好笑了吧 ？Good timing。播了，播了，播了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跳。这首歌的前奏真是干他妈超难听，副歌很好听，但是前奏真的我不知道，那台词很烂。副歌真的不错，副歌旋律很棒。嘿，你的老二真的好大。你在搞笑？是不是都每天喝克林奶粉长大？你没听过吹老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干你没听过吹老二哦、喔？可以拜托吹老八啦，吹老八，我等一下给你听罗百吉。你看这是副歌，他的副歌跟前面也差太多了。但是副歌蛮好听哦、喔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帅哦、喔。他小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副歌很好听哎、欸，两个人不同人写的吧？那等一下要跳回去看。等一下这个副歌结束要变鸟歌了，台客歌啊，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首歌会红吗？因为就是实况上有人放这一首歌啊，然后就红起来了。哪一个人的实况放？统神吗？还是谁啊？我忘记了，感觉蛮像是统神他们会唱的。那我要全部都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到那个嘞。我已经到那个水龙头的，就是到那个什么的水龙头，有水的接龙。等我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这吧，好了，这边也是青春部，就是那种台客的那种 rap，、啊、很难听的天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的苦学量啊，那个阿神，你可以帮我找吹喇叭给那个，我不知道，很难听的，给我很难听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听过吗？所以刚我只知道这一段，可是你那一个副歌那个我不记得，我没有记憶。那是一个女生念，一个女生念的，就是嘿你的，怎么是不是每天都喝克林奶粉长大？然后卢百就说我不是喝克林奶粉，我是美国大雪茄什么的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可以什么什么想要。给你这一方不会吧？什么可以带回家啊？好，纯粹没有听过，你也太年轻了吧。吹喇叭那时候有点红哎、欸，知道很红啊，就是还有一个以前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早上起来刷刷牙，原住民之歌啊，对对对，好久了。早上起床刷刷牙，操你妈！怎么跳不过啊？直接从这边跳过去就好了。啊，你底巴大鸡巴，最好是那边哎，那边顶头是不是？
这你真的要好好的复习啊你。是，好吧，算了。想要投机取巧，就发现如果不行，就那边应该是可以直接跳过去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。要被挡到的话，好你吗？电影，我不要骂脏话，我就骂到一半就好。能吗？海克哥，我只有听过这首。你吗？哼，上次唱歌的时候有唱。哪一首？我听看。更雷气，更雷气啊！没有，秘鲁有唱这首啊。哪一首？爱的魔笛在切弦。我播，我没听过。这首忘记以前是电子花车的时候吗？就很常听到。对我来练武功。哦，好台哦。好电音哦，这电音越电音越台。台爆。然后就会有那种辣妹在那边跳。哦，对啊，米鲁有唱这首啊，米鲁很会。那你们以前都不会看那种电子花车吗？不给看哦。不会啊，太变到电子花车啊。哦，好吧。长辈不能让我们看这些东西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。对小孩来讲太早，因为我们以前都会就去庙里拜拜，都一定会请电子花车。我们以前那个灯光舞台音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，曾经有做过那个舞台子，那是摇滚车啊，就是那种台客在上面跳电子花车那种，然后我们把它改造的很嚣趴。哦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一个，好像也是跟就是那种类似跟丢的那个厂，对啊，跟黄带鱼。哎呦，真实的黄带鱼。哎，不是黄带鱼，不是深海鱼吗？对，深海鱼啊，好美呀、啊，好漂亮哎、欸，神奇，怎么会有动物长这样？深海的吗？没有深海啊，它也是可以游到上面。我看一下，可以随便点一下，看到了。对，它可以游到上面哎、欸。对啊，它不会爆炸。它应该不太算深海，因为很多深海鱼都长得超丑的。这只其实也没有到很好看啦，是好看的啦。喂，一二三四跳舞的 tempo， 很台吧？像是闪亮三姐妹会唱的歌，对啊，超帅。因为南部的那个庙在劳累的时候都会很大的那种阵仗，然后就一定会有这种电子花车，就是让神明看的那样子。干，给神明看这个不会遭到天谴吗？不会啊，他们就融合那些现在台客。对，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是会叫那种电子花车，然后叫一些辣妹来表演，都是给神明看的。以前不会，以前老一辈的人不会，可是后来就是给我们可能七年级生开始接的时候，对对对，那些吧，老一辈的开始有这种花车了，然后就说这也是一种，对啊，然后就流行起来了。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种事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一定是慢慢的每一代每一代不同的流行，但是到底。南部到现在都还有啊，只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用那种吉普赛的那种车。哦，有，对 对，也是在那边跳这样，有啊，还是有。但这到底宗教上的意义是什么？就台客家佛家，那是佛教吗？也不是佛教。台客家佛教什么鬼东西？就是一个对。哎呀，因为更丢的人大部分都是。算还是算道教？道教对，应该是算道教。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雪兔这不要讲。台湾其实佛道教，但道教比较多，它是已经有点杂糅在一起的、嗯。对对对。
它不是单纯佛教上的道教。而且庙宇的那个我不知道到底算什么教，就是一个信佛佛道教啊。嗯，台湾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分还会有分可以拿香跟不能拿香的。哦，对。啊你啊，决定了以后就讲你妈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要像秀芳一样、啊，香蕉你个榴莲芭乐。香蕉你的芭乐榴莲呢、啊？这香蕉你的芭乐榴莲，这会不会吃太绕舌了？感觉骂起来不顺口，不是，就是没有那种把心情抒发出来的感觉。那我就直接讲，你还没自白感，你还没自白。可是这个我就直接阿西，阿西达西达，那个会用。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是梁静茹的情歌，超好听的。哦，你知道梁静茹的情歌天后呢？梁静茹有一首什么？是静是哪？静静的吗？是静静也很好听，情歌也很好听。情歌啊、哦，你听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给你看。我只知道梁静茹的勇气。他的情歌 MV 拍的超棒，看了会想哭的那一种。Oh no！ 那你看过《干杯》了吗？干杯还好吧，没有，干杯很哭了，我知道吧。我之前很喜欢看外国人看那个干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哭，外国人看很多很多很多哭哎、欸，对啊啊，然后我上次去唱歌，我说我干杯看的会哭，他们就笑我，说什么干杯？我因为我到现在不管看几次，我都还是觉得很感动，鼻酸呐、啊，对啊，鼻酸，这首歌超好听的。至少看 MV 会更难过。哦，我听过，这首很红哎、欸，超红。而且梁静茹的歌都蛮就是蛮轻快，蛮好唱的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很高难度的歌，很舒服、啊，然后这样可以哼，随口可以哼得出来。天啊，这首真的听到会想哭哎！为什么？好棒，好怀念，好怀念的歌啊！这首是不是我高中的歌了吧？嗯，是你高中啊？我怎么记得是我高中？真假的？这么后面了、啊？我记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那时候棒棒糖他们还很红的时候，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。好了，差不多该休息了，大家早点休息哦，明天晚上见。好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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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米露在、啊，米露一直都在，是不是？他感觉就是半睡半醒，晚安喽，拜拜。晚安。到底蜜露到底是在还不在、啊？每次 Q 他也都安安静静的，可是只要一说拜拜，他就出现了。你没有 Q 我。你看你都超微妙的，你现在是什么？半梦半醒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做梦吗？我醒着。你醒着。嗯。我们按 Q 你的时候你在干嘛？你刚刚有叫我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说我们有在讲到你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听呢。你是不是是吗？现在有点懵。我没有懵，等一下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做梦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在做梦。真的吗？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做梦？所以你没有睡着过吗？我有睡着。那你现在在做梦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醒着。你等一下就会醒过来，然后才发现哦，原来我又做了一次梦。不会。哎、欸，我会哎，那我前几天不知道是怎样，毛毛在做影片哦，然后我就是在旁边看他做，然后我想说我等他叫我醒来帮他一起想封面，然后我在梦中我在帮他想封面，然后结果他把我，然后我醒过来之后发现我什么都还没想，不一样，对他还在做影片，还在做影片，然后我就说干，我不是在跟你想封面吗？他说你在睡觉，说啊。
然后就一直以为我已经帮他想好封面，然后已经做好了。对啊，还有一次是那个下午的时候吧，就是看到我的影片出了，然后那个那天好像中午才出影片，就是中午我们才做好影片才出，然后我就睡两个小时看一下，两点看一下，然后三点看一下，啊，怎么这么惨？然后我就很伤心的去做梦，然后我就梦到阿神说他去做梦。阿神就梦到阿神说，嗯，我今天的也不好，那我就很开心，说哦，原来是大家都不好，干净净的。然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阿神的很好，然后就难过。你这个贱人，不是，我想说，我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Oh no， 就是想说是不是大家我们有录音，然后你要解释一下。啊，没有。没有啦，不是，就是想说大家 是都不好，然后就看了一下，哦不，大家都很好，就是看到烂的，哦，烂的只有我，就觉得哦，原来烂的只有我，好难，不要这样子啦啦啦，我觉得好难过，哦，原来流量不好的只有我，哎呦，有人睡醒了是不是？谁啊？你天空猫。睡一整天了哈，还睡啊？你都被你睡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凶！你妈还敢睡啊？睡就继续睡。你妈哦，人家学浩浩吗？对对，那个手机铃声的，那超好笑的。就睡，睡。哎，我这边的水不会那个，哦，快要跳到我的进度了，这时关的话，我们今天根本总复习考哦。对啊，太强了吧！白痴哦！白痴哦！啊，你妈白痴哦！你妈嘞！越来越凶了，哦，对，谢谢。连宇宙词的强度越来越上升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夸张。我想说，要加一点宇宙词，我才会跳过。